哇，看上去好丰盛的样子哎，好好吃啊！哎，你这是在哪家外卖店叫的呀？嘿，有哪家外卖能做出这种成色呀？这可是我亲妈做的，她特地让我给你带过来的。你妈？嗯。她干嘛突然给我做饭啊？她听了你的事儿，特别感动，她想让你尝尝家的味道。家的味道？ 你跟你妈说了什么呀？我把你是孤儿的事情告诉她了。我本来还以为她有什么想法呢，结果她一听到你发奋努力考上医学院，瞬间就变成你的粉丝了。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太有水分了吧！你妈她真的一点也不在意。当然了，我妈最讨厌那些看重条件的势利鬼了。她觉得人好才是最重要的。 你看你又聪明又有上进心，他怕你当医生太忙啊，没空吃饭，就变着法子做了这些。来，尝尝吧。<笑>好吧，尝一下。嗯，味道不错，挺好吃的。那当然了。还有啊，我妈想见你，有空跟我一起回家吃一顿饭呗。 这么急啊！我妈老想见你了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嗯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赶紧走了，我去工作了。不是，饭还没吃呢。哎，肖老师，你找我？ 医生，你紧急措施处理的不错嘛，不愧是高材生。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谢谢你啊，大夫。要不是你当机立断，当时就给我做手术，我的腿恐怕就保不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手术不是我做的，不是你啊？嗯，是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做的，我只是负责包扎。 回来啦！累坏了吧？东西有什么事吗？东西哪有什么事，是我怕你晚上肚子饿了没东西吃，给你送汤过来。我已经吃得很饱了。哦，你留着吧，啊，明天还能喝的。 我走了，啊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！这几点啊？你要出去？今天不是不上课吗？ 我去那个大婶家谢谢他们，顺便还他那个打车费。妈正好没事儿，给你一块钱。不行，你怎么这个表情啊？干嘛了？你妈让你很丢脸吗？当然不是。您看，您这相貌、身材、气质超一流的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您这机场一去了。 你看，就你妈我这样的，娶了那样的家庭，肯定管不过要钱，是吧？妈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你了解他们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。妈，是你太不相信别人了。不是我不相信，是不能相信。妈妈跟你说，这世界上除了你爸、你妈，没有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。 你跟他们直接要个账号，把钱打过去不就行了？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，快递，地址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就100块钱，行了行了，别去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人家背了我一个晚上，我还吐了一身呢。背你？一个女的？啊、
那个女的是东北的，身高1.8米呢，背我就跟背小鸡崽子似的。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呦，一个女的1.8米。哎，早点回来啊，知道了吗？你是谁啊？是我。你认错人了。我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。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啊。哦，是你啊。嗯，哎，你出来一下，找你有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那天晚上麻烦你们了，所以我今天是过来特意感谢你们的。哎呀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啊。啊，别放在心上。嗯，你好，帮我们放在那个桌子上，谢谢。哎哎，一点点心意。哎呀，哎。你是来找我算账的吗？你真的确定那个患者得的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吗？还是你瞎蒙的？现在看到我来了，就以为那个患者出事了，所以心慌，哼，对吗？你神经这么大条，还蛮有想象力的嘛。你神经才大条呢。那个病人的状况，我跟医院确认过了。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医院啊？我看到救护车记下车牌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来找我就是要跟我说那位病人确实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？是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你判断对了，算你牛。满意了吧？你在哪里上学啊？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？哎，我们一起出去喝杯酒吧。我没有时间。你时间不是挺充裕的吗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要喝酒才能说？哎，你别多想啊，我才不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过来找你的，我有男朋友。我又没有说什么，我是真的没有时间。骗谁呢？你包都收拾好了。我现在是要回家吃饭，吃完饭还要打工。你今天要代驾？今天是课后辅导，外加代驾。知道我很忙了吧？要说什么赶紧说，我要走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是怎么看出他真正的病状的？不是学过的吗？是啊，我也有学过呀。肌肉和神经组织引起的筋膜间隙综合症，筋膜内组织液压上升的话，静脉液压也会上升，这样恶性循环的话，4至10个小时之内就会神经坏死。但是外部的特征就只有腿肿还有淤青。你是怎么从表面上能够看出上述症状了？当时是因为他的腿的原因没有及时踩刹车，就证明还在坏死。你是这样判断出来的吗？为什么我就看不出来呢？好奇怪啊。你当时不是问我有没有勇气开刀吗？对啊。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治疗，如果等所有检查都做完了再治疗，这叫急救吗？你学过急救啊？外科。我也是学外科的。你这么急性子又马虎，能学好外科吗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话说完了，先走了。哎，李东旭。你的记性还蛮好的吗？
那个患者说想要见你一面，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想要亲自感谢你。还有，我是明海医大的，我叫江一山。我叫江一山，不要忘记我的名字。要是下次来外科的话，就可以。喂，爸。谁啊？你回来啦？这些都是你拿来的吗？是啊，是我和我妈去超市买的。我这次特意买了被子和床品四件套。上次都是因为我吐在上面，害你们把那些被罩和床单都扔了。不过我这次特意挑选了每年60只，软软的肯定特别舒服。对了，我妈还找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家政阿姨，钱已经付过了，你只要给她打电话，让她过来给你打扫就好了。还有，这是上次我跟你借的打车费，一起还给你。就这些吗？怎么没有冰箱啊？冰箱？你没发现我家冰箱很小吗？你买那么多东西，还有生鲜食品，我家冰箱哪放得下？你不应该体贴一点，送个冰箱来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没注意到你们家冰箱的大小。如果注意到了呢，就会送一个冰箱来吗？既然没有冰箱，把这些拿回去吧。现在这种天气，没有冰箱，晚上就坏了。快点！东旭哥，谁是你哥？别乱叫，赶紧拿走。对不起啊，我是真的没有注意到你们家冰箱的大小，我真的只是想表示一下感谢，所以看到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就都给你们拿来了。如果我知道你们家冰箱那么小，我就拿个冰箱过来了呀。为什么？我就想感谢你们。如果那天晚上遇到的不是你和叔叔，万一我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所以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们的。你真的以为我是因为你没买冰箱而生气吗？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脑子比较笨，也比较粗心，连你们家冰箱多大都没搞清楚，就拿了一大堆东西过来，害你生气了。我知道你是不想浪费。对不起，我妈说我这个人特别没有眼力见，什么事情都不明白，只会惹人生气。我的意思是，叫你别什么都扯钱，要感谢的方式很多，没必要这么浪费。你说我浪费啊？是，我这个人花钱比较随性，但是我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，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感谢。要是真的感谢，为什么不放下东西就走啊？你没听过雷锋的事迹吗？做好事不留名，为什么还留在这儿？想问我什么？你到底怎么知道我23岁的呀？哎，东旭，把外边收拾收拾，我们晚上就在那儿吃饭了啊！我去多炒几个菜。爸，我们把这些退回去吧。退回去做什么？这是人家的一番心意，我们把他留下来吃饭，那也算是礼尚往来了啊。嗯，谢谢叔叔。哎，你拿了这么多东西来，总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回去吧？快点啊！嗯，这个红烧肉真好吃。哼，看不出来你这么瘦，还挺爱吃肉的啊。对啊，我特别爱吃肉，我每顿必须要有肉。啊。可是我妈不让我吃，她说会发胖。哼。哟，说到肉，我想起来了。你买了那个牛肉，我还放着，忘了搁冰箱里边了。你喜欢吃肉吗？不喜欢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呢。什么？这是我的年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要是知道，你会后悔的。
都几岁了，还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23岁，没谈过恋爱，好丢人啊！什么？还有更多呢，还想知道吗？不想知道。你饭才吃一半哎！拜拜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噎到了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有点咳嗽。别紧张，放轻松。无法说清三言两语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哪怕是坏天气，都能够开开心心多余。好多了吧？傻得可以。却总是要故意惹我生气。你也真是的，吃这么快，还好没有噎到太严重。我也会感觉那么甜蜜，傻得可以，傻得可以，情不自禁要对你发发脾气。喂，警察同志啊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处理这几个小孩子啊，他们打架问题很严重啊。行，您放心，哎，这事儿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。你们几个过来。喂，夏曦老师啊，是我是我，我现在在派出所。派出所啊？不是，我们几个同学跟别人打了一架就被抓进来了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千万别跟我爸说，他会打死我的。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知道。啊，我同学他爸待会儿过来。哦，哎，夏曦老师，你可不可以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取消了，因为我8点之前肯定回不去。啊啊啊，那我跟我妈说，就说你生病了，来不了，行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几个干嘛呢？打电话呢？过来。哎，好，警察同志，马上挂，马上挂。哎，好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啊，拜拜。哇哦！还有10分钟就上课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是说好了今天不补课吗？为什么不补课？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，我帮你隐瞒你剪我裙子的事，你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许缺课。你难道要违背约定吗？谁要违背约定了？我提前从派出所回来了，然后就临时跟同学约了。你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？那是因为你刚刚根本就不在派出所。我在，我真的在。好，那我问你妈，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。哎呦，老师，
你就放过我一次好不好？我收了你家双倍的补课费，本来就应该好好补课的。你怎么那么爱钱呢？我靠劳动致富，总比你逃课好。行，你随意，我豁出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被辞退了，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。你的双倍补课费啊，就长着翅膀飞走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放过我一次吧。这次啊，我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是去会展中心吗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彩排快来不及了，还不快去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你跟踪我。哎呀，这次让我爸知道了，那会打死我的。老师，你就放过我一次嘛。我保证，如果这次你放过我以后，到期末考试之前，我都不落你一节课，我用我的人品担保。好，你说的。好，第二组跟上，间隔不要太大，来，速度，注意节奏。三号，腰板再挺直一点好吗？腰板来，转身，停。七号在干嘛？走，不要再弄衣服了。七号，停。停。七号的造型师哪一位？七号的造型师，导演，是我自己。你就是那个自己挑选衣服，自己还要当模特的学生是吧？对。你以为你把牛仔裤穿在短裤里面是时尚是吧？你以为你穿个女生的吊带背心是时尚是吧？你以为你把自己打扮成一只麋鹿是时尚是吧？导演，什么是麋鹿啊？四不像啊！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了。导演，这些搭配都是我专门设计的，不是想跟他们不一样吗？不一样是吧？像不懂装懂的人我见多了，像你这样奇葩的人我今天第一次看到。你赶紧给我去换套衣服，不然我取消你参赛资格。啊？江一鸣的台步怎么了？青少年服装设计大赛比的不仅仅是模特，因为练习不够所以彩排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凭什么这么骂一名学生？敢问您是哪一位啊？我是江一鸣的老师。老师你好，我每一年的设计大赛都是很专业的，尤其是服装走秀这个环节，像这么业余的选手，我想以后不要出现在这个平台上。这个不是以服装设计为主的走秀比赛吗？就是通过青少年的个性来开发时尚的。我说你不懂就不要说好吗？这位老师，你是哪个部门负责接洽的？你想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比赛有比赛的规矩，不懂规矩就不要来参赛好吗？规矩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你只不过是主办方请来的工作人员，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替主办方来开除参赛选手呢？我只是想展示出一场高质量的服装秀。这次比赛的参赛章程我已经看过了，根本就没有规定设计者不能自己当模特，对于走台步的模特也没有专业上的要求。说白了，你们根本就是违背了主办方的宗旨。进一步的说，你们就是打着青少年设计的旗帜来找一些专业人员来凑数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欺骗，难道不是吗？是我冒失，我跟你道歉。行，行，继续，来，音乐。爸，你找我有事？听说你后天不回美国了，机票已经退了。对，
我要找到我的摩托车再走。按照原定计划，你应该回美国呀。你回去好了，不要用找摩托车当借口。如果你留下来不是为了进公司，那就麻烦你坐上美国的飞机，赶紧走。爸，不管您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去公司上班的。我就真不明白了，啊，这个公司是监狱吗？怎么你就那么讨厌他呢？爸，您知道我喜欢电影，我不喜欢管理公司，我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。说的好像自由就跟不要钱一样。如果没有这个公司支撑着我们家，你哪里有今天坐在这里头跟我趾高气扬的讲话呀？你早就饿死了。我拜托你，做点实际的事好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公司可是你最好的平台啊。爸，我跟您说过了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那你只有对抓住偷车贼感兴趣啊。啊，江一斌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当做你主动跟我断绝父子关系。我刚才没让你帮忙啊，你别以为你帮了我一下就可以指挥我做这做那的。是，我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笨蛋，什么都不会。你以后别费心教我了，做你自己的事情去吧，在我身上你等于浪费时间，反正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你也有你擅长的事情，比如做针线活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。你的剪裁方面的手艺确实不错，你也有设计方面的才能。我那条白裙子被你改过之后变得更好看了。你就别讽刺我了。不是学习不好就是没用的人，学习是要有天赋的，比如像我。切，你是在自己夸自己吗？小屁孩，小心我把这事告诉你爸。你才不会，就好像上次一样，你就是怕丢掉这份工作才忍气吞声收下那条白裙子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别自以为是了，我是不会因为你而放弃做家教的。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？看见了吧，我这里边一分钱都没有，只有一张交通卡。如果我不做家教，下一顿饭在哪儿吃我都不知道。你要知道，人要是饿极了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说到吃饭，老师，我好饿，我们吃了饭再回去吧。你刚才看见了，我没钱。我请你啊。我怎么能让一个学生请我呢？我算是学生吗？哎，我们吃点好的再回去。你自己吃吧。哎。回家的路上把这些背下来，这是今天的任务。啊，这么多都要背啊？我都不认识。你出去了一整天，总得装装样子吧。我。哎，老师，你让我背，你起码得教我吧。这些字我都不认识，你自己听耳机那么悠闲。喂，喂，听什么呢？让我听听。
老师，这个词我不认识。挺好，你这么看着女老师有点不礼貌吧？真是个好老师啊。老师啊，今天我请你来，想跟你商量件事情。我想请你搬到我们家来住。什么？在现在的补课费上，我给你加他3倍。只要把一鸣的成绩搞上去，我额外的还会给你奖金。老公，我觉得这件事上你怎么地也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吧。我请你搬来的目的，就是让你很好的管教管教这臭小子，让他脱离开不及格，顺利的考上大学。我会想想的。你跟阿姨说一声，把2楼的空房收拾一下。这。我是个急性的人，最好明天你就搬过来。我会考虑一下的。一斌啊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你送一下老师吧。不用了。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我这里养着一个呀，一天到晚在无聊的事上浪费精力的人，我给他吃给他住，总该让他干点什么吧。走吧。我还是坐公交吧，坐公交比较方便。我可是因为你很认真地对待我弟弟才要送你的。你觉得我如果现在上楼去，我爸爸会怎么对待我？那有什么，我是来打工的，又不是来享受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的协商能力很强啊，我很佩服。你的安全带还用我帮你系吗？咱们俩定个协议吧。搬到我家里来，莫名其妙。如果你不搬到我家里来的话，我就跟我爸说你今天带一鸣去别的地方。我弟弟这个人呢，从小就调皮，被他气走的家教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了。现在终于遇到了像李老师您这么专业的家庭教师，我们一定得珍惜，说不准这是一鸣能改好的最后的机会了。所以请你到我家里来当家教吧，好好的教育一鸣。哎，哥，你回来了啊！哎，老师怎么说？这回你可要惨喽，老师要搬到咱们家来住了，你怎么办吧？我能怎么办？不就多一个人说我吗？以前是我爸，现在又多了个老师。你倒挺想得开的嘛。想不开又怎么样？哎呀，好饿，我要去吃点东西，你要吗？饿了？你是因为外出学习没吃饭？对啊，
老师说他没钱，就什么都没吃就回来了。没钱？太夸张了，他钱包里除了一张公交卡，什么都没有。搞不懂，钱包里只有一张公交卡？我想请你搬到我们家来住，所以请你到我们家里来当家教吧，好好的教育一年。也许搬进江家当家教，可以更快地帮家里还债。就知道你会回来的，啊！外面住不惯吧？还是家里边舒服，是不是？我是来收拾行李的。啊！怎么给人当家教，还要住到人家家里面去啊？啊？他们给我免费的地方住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。你和冬旭就住在这儿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这个屋子虽然小了一点，但是咱们一家三口勉强还是可以挤一挤的。你这样出去，好像是我来了就把你赶出去似的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，那我就在这个床边给你围一个帘子。你看行不行？他们给了我市价三倍的家教费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哎呀，夏曦，其实你不必那么着急，爸爸可以出去赚更多的钱呢。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招工的，哪儿都需要人的。夏曦，你现在啊，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去想，赚很多的钱。你应该专注在这次的考试上面，爸爸知道这次的考试特别不容易啊，你呢就安心的在家里面读书，准备考试，爸爸来照顾你的生活，爸爸为你做饭，好不好？你搬到人家家里面住，爸爸会担心的。在别人家里住不要钱，为什么不行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孩子，这个房子虽然是租的，但是总花的是自己的钱呢。谁也不能说你什么，是不是？你要搬到人家家里面住，那得看人家脸色。爸爸怎么能让你过这样的日子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生活了？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这样？哎，我知道是迟了一点，但总比一辈子都不做好吧。毕竟你妈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我总得负起照顾你们姐弟的责任呢。我在歌厅里住过，你不知道吧？啊？那年大一，你被朋友骗了钱，交不起房租。我有个同学正好在歌厅里上班，我白天上课，晚上就在那里过夜。那段时间我练到只要有人拿着麦克风在我面前唱歌，我也能睡着。你看别人脸色算什么？只要看完脸色，就能吃饱饭、睡好觉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欠下的那些钱总得有人还吧，不是吗？夏曦，